申请免费的网页空间，好，那我们点一下这个图示，好，这是我找了很久的一个服务非常棒的一个免费的虚拟主机空间。那如果大家以后有架网站，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其实可以考虑用付费的方式哈。好，那我们点这个网站呢，它这个地方有一个空间使用教学哈，你把它点一下，也就按照它的这个空间使用教学这样子来制作就好了。好，那第一个呢，好，第一个，好，我们当然是要登录嘛哈，要登录。好，那这个地方有一个申请，好，我们来看一下申请免费的空间，好，把它点一下。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开始填入我们的这个个人资料的表单。好，那么我们把这个表单内容填完之后，你就按送出嘛。好，按完送出之后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啊，他有一封信呢，已经寄送到这个mail 的这个信箱里面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收信嘛，哈。好，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有一封信哈，这一封信把它点进来。那点进来之后，这边有一个连结哈，有一个连结，我们把它点进来。好，点进来之后呢，这边的教学有告诉你嘛。好，你点进来之后呢，要去输入哈，就是按 continue。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稍微等待一下下。经过我们刚刚的这个设定之后呢，哈，这个画面就很清楚的告诉你，哈，你的网站首页是长成这样子，哈，这个是你的网站首页，那后台的这一个管理中心呢，哈，是这个地方，哈，好，那你的管理者账号啊，管理者密码就是你刚申请的那个管理者密码，好，你就要自己要记得 ，OK， 好，以上哈就是我们去申请这一个虚拟网站的这个空间已经申请成功了。那接下来我们只要把我们的这个网站的内容我们网站的内容在这个下载里面，好，这个就是我们做完的这一个资料夹嘛，我们只要把这个资料夹的档案把它丢到这一个网站的空间，就可以正常呈现出来的。OK。